噔噔噔，哎，我又回来了啊！换了一身衣服啊，给大家看一眼。这套呢是一个皮质的长款风衣，也是星星雨的小朋友和设计师尹华老师啊联名设计的。这套衣服呢就是一个大衣啊，穿起来其实走路带风有点飒啊，很帅，很帅的一种感觉，跟上一套的这个牛仔系列啊风格完全不一样啊，上一套就比较可能阳光一点啊，这套就比较酷，上面也有小朋友画的一些这个彩色的图案啊，还有呢这个长椅很舒服啊，它是一个这个充气的这个床垫啊，配上这个古风的这个元素啊，很舒服，在这里拍很舒服，躺在这儿拍刚才都有点想睡觉的感觉，哎，可以吧，这套也可以，期待我的下一套吧，下一套见。